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感觉你今天和平时有些不一样。抬起头，别一副认错的样子。你看起来很累，应该回去好好睡一觉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连身体都管理不好的人，别想管理好工作。这次就算了，没有下一次。现在可以回去了。一会儿有事？今天你总是看时间，看上去有些焦虑。有事就说。哼，真笨。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撕毁契约，但这个人不会是我。我决定的事不会改变，包括和你签约。你带来了希望和未来，没有值不值得，只有愿不愿意。成为你并肩作战的伙伴，那是我的荣幸。